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为这个地方门市, 你将在那里不受约束。 为一个父亲和他所生的子孙门市, 我却已把人创造在苦难里。 他以为任何人都不能制裁他吗? 他说我花费了许多财产。 他以为任何人都没有看见他吗? 难道我没有为他创造两只眼睛? 一条舌头两片嘴唇, 并指示他两条明显的道路吗? 他怎么不超越山经呢? 你怎能知道超越山经是什么? 是释放奴隶, 或在饥荒日赈济, 兴起的孤儿, 或贫困的平民。 同时他是一个信道而且行善, 并坚忍相勉, 以慈悯相助着。 这等人是幸福的。 不信我的迹象者是薄命的, 他们将被关在火狱里。